Hello， 差米。嗨，王爷。嗨，荔枝。Hello， 我得到。得到，得到被挡住了，然后出现了。我们现在是白灯第二阶段。对。我们带了我们的铁板杆出去。我们绕一圈，绕一圈看看情况，看这次还有没有鬼四兄弟之类的。鬼四兄弟。你这明明是夫妻，鬼四夫妻，鬼四夫妇。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比较有趣的。OK，Go， Let go。请仔细的听炸水花的声音。我又发现鬼头刀出没喽。但他好像潜下去了，不快点，下去了哈，放弃了，可是这两只比较小，不理他了，继续往我们这边走回来了，拿游回来再说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一格，好，地毯式搜又要往前了吗？这次鬼头刀来了，小刀小刀，小刀小刀，小刀，哎，可是小刀，哇，往前游了，糟糕，看不到了，罗伟，你还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不过大概猜位置。他在往那个前方游，他在往这个前面游。我看今天是刀刀记哦，哦，刀刀的亲戚，亲戚哦，两只，刀刀的亲戚，亲戚，我现在在烦恼，万一中亲戚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鱼夹，对，再往前吧，小心我丢哦，一本刀，一本刀吗？一本刀，你说，那下一个是不是东京热 ？Tokyo Hot。说 FBI warning 的那个吗？是啊，FBI warning。继续 keep going。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快到底了。等下绕另外一边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是吧？是吧？猜一个时下最流行的玩偶，猜得出来吗？各位观众知道吗？再猜一个角落生物。角落生物哪这么黑？角落生物，角落生物名就很可爱，好可爱了。真的，迷人。那个漩涡如果把血那个血掉丢进去会怎样？被吸进去。这才是真正的迷幻之血。它就是一个螺旋雀。这真的是空气啊。哦，他今天也有点怪怪的啊！不行，尺度大开。不行，龙眼啊！第一集原本是沉闷，然后后来越来越够。中刀刀后就变怪怪的。下次可以看到龙眼可能裸体出场。好了，换边。换边，继续往前。继续往前。好热啊！好热啊！对啊。出这块就好热了，这可以吗？去跟他们吧。龙也累了，他去遮阳了，他去跟人家蹭阴影，热到爆炸。好不想把身体泡在冰块里面。不想把冰块给那个鬼母住了。鬼母跟鬼父是不是？啊、鬼父，听起来越像越奇怪。走到哪都有这种光，因为。太阳在我们的头上啊，你看，太阳在我们正头上，所以不管到哪都是它的笼罩范围。晒啦！快，我们快走完地图了。还没有啊，还有前面啊，消波块那边，还要到停车场。我要回去喝水了，受不了，我回去了。好，巡礼未完成。哦，要来了，来了。冲下去了，没有。哦，冲下去！哇、哦，我拍到 Discovery 频道的那种哎，
我撞到小尖说了，这只比较大哎，他眼睛有点，他眼睛好凸哦，他可能水压吧，真的被我快速抽上来的，眼睛有点小缩缩，嗯，这个缩子 ，OK， 放回去吗？对，别撞了，撞了，对，哎呀，可惜了，感觉这么，那这种小的应该是小的吧？切起是不是？哎呀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琪琪，我们的琪琪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好，琪琪，就是他，琪琪。就是你调皮。OK， 好，放生了，放生喽，啵啵。琪琪放掉了。游走了，等没有，还在前面，还在前面。游走了，四个龙咽了口水了。三重龙饲料，连摄影师都自己掉，坐下来，头疼掉。龙饲摄影房。那你现在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，那就要准备迎接晚上的。白带，那也会换漫田或是偏崖，反正就是看心情。进攻白带。那上午的时候呢，我们这边算两只竹梭，一只青鳍，尖梭，尖梭，两只尖梭，对，一只青鳍，臭臭青鳍。哦，上去哦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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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和小铃铛哦，谢谢。